第十九届婚姻文化艺术奖颁奖将在十二月二号在婚姻表演厅隆重举办，包括文学奖、表演艺术奖等等十个类别艺文竞赛，总共有89人得奖。其中，何何作为婚姻艺文界相关素人的贡献奖有6人，由内由文教基金会营务董事长张应载、文史工作者杨英贤、作家林水月、书法家罗彩霞、布袋戏艺术吴浩芬、政府雕塑艺术陈明洲等等6人得奖。第十九届婚姻文化艺术奖得奖名单日前已经出炉，其中被誉为婚姻的文界相关人物的贡献奖，总共有6人来得奖，包括着内容文教基金会营务董事长张一彩、文史工作者杨英雄、作家李水月、书法家罗彩霞、布袋戏艺术吴浩芬、政府雕塑艺术陈明洲等6人。今仔我来虽然较早安尼，这个付出吼，阮这县政府甲阮肯定吼，我嘛感谢伊啦吼，对阮文化吼，啊拢在咧甲阮推展啦吼。啊，希望日后会当甲传统工艺搁再愈做愈好，啊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啊，我们得到贡献奖。其实我这本身是做地方文史工作的，那地方文史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到现在我这个年龄，其实我没有退休，还是在目前担任彰化客家文化馆的馆长。婚姻馆文管处表示，今年第19届的文化艺术奖颁奖，包括着贡献奖以及文学奖、表演艺术奖、美术奖等在类别的艺文竞赛，透过专业评审老师已经来选出89名的得奖者。每一年的这个文化艺术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呢，最值得大家期待跟肯定的就是这个贡献奖的得主。那今年呢，一样我们秉持的以年的文化艺术奖有3大类，有文学类还有这个表演艺术，还有就是美术类。3大类呢，这一次参赛的人非常多。那当然最后我们透过评选专业评选的机制，总共入围的得奖有89位。婚姻文化艺术奖的颁奖典礼也将在十二月初二在婚姻表演厅来隆重举办，希望透过典礼举办，让更多人来看到这些艺术家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成果，邀请到民众来当踊跃前来参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的方式，我们最重要的话是让他们杰出的成就可以让我们所有全民共同来分享。那他们本身就像是一本书，也是我们在文化艺术类看不见的一个建设。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颁奖典礼，我们很期待可以引领更多的芬芳，让云林更美丽。第19届婚姻文化艺术奖颁奖将在十二月初二婚姻表演厅来做举办，邀请民众踊跃参加，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创作者。记者江怡昌报道。